这是两位的甜品，请慢慢享用。哎，为什么明明是同样的价格，你比我多一个冰淇淋球啊？凌空市还真是处处有你见义勇为的身影。那你呢？遇到过这种情况吗？万一坏人比你更专业呢？我看你最多也就吓唬吓唬低等级的流浪体了。冰淇淋吃完了，那走吧。天色不早了，送你回家。你不是说我不关心这个世界吗？那我现在就开始关心这个世界，从关心身边的你做起。细想一下，容易被坏人盯上的条件你居然都符合了。独居单身女性，昼伏夜出，作息也不规律，多一个人就多一双寻找疑点的眼睛，沿着你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走一遍，说不定会有点发现。生煎，好吃的生煎，一份十个，第二份半价喽。全凌空最甜的水果，草莓、芒果、猕猴桃，应有尽有。这条路的确很危险啊。你每天能平安到家是挺不容易的。嗯，味道还不错。那我手上这些大包小包的你自己拿。行了，上去吧。今天这一路没什么发现，但也不能轻易放松警惕，明天再来观察观察吧。哼，怕你吃不下，这份糖炒栗子归我了。这三天你平均每天光顾三家甜品店，两家水果铺，还有一家便利店，动线这么复杂，我要是跟踪你的人，我早就选择放弃了。嘘，你看那边是不是有人盯着我们？你站住！恩人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嗯。上次就是在这附近，小姑娘，你把我从流浪体手里救下来的。你们猎人神出鬼没，所以他这几天就在这附近等你出现，想要当面道谢。只不过猎人制服又都差不多，他也不能确定是不是你，所以才一直躲着。哼，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儿。人间真善美，这说的到底是谁啊？吃饭就不必了，这几天肚子已经够撑了。回去吧，我看着你上楼。
没事，谢谢你。说，这几天和你在一起的男人是谁？明明都已经对我做出那种暗示了，为什么还要和别人在一起？欲擒故纵的小把戏玩了这么久，别说了，我明白你的心意。谁？谁在偷袭？出来！好疼！谁允许你碰他了？知道你很激动，不过感谢的话可以留到之后再说。电击，那更好，我给他加点料。你是谁？这些天我和他出双入对，不分你我，我们是什么关系？你看不出来吗？你胡说，我和他才是两情相悦的，你不要来多管闲事。你说你们两情相悦，有什么证据？他每次来我店里买东西，都会冲我抛媚眼。也许他只是眼皮抽筋了。他还对我笑。他也对我笑，还不止一次，笑的时候还露出八颗牙呢。算了，我看你是大脑发育不完全，小脑完全不发育，只活在自己可笑的想象里。这么要强做什么？没人说你不可以。还有力气走路吗？还是要我扶着你走？哎，算了，就当我好人做到底，把力气多借你一会儿了。别挑剔，只有这一个选择，我可不喜欢被人像海龟一样。小孩子家家的，不要乱看大人谈恋爱。他的 evo 居然是没有存在感，难怪这几天没什么线索。下雨了，我没带伞，只好回来找你借一把了。不巧，我今天出门忘带钱包了。那你呢？为什么大半夜冒着雨跑出来？那就走吧。风雨交加的夜晚，最适合散步了。